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ya。 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坦诚一件事情。其实 Soya 计划这个团队呢，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有我一个人而已，而我呢，一直以来呢都是担任 Soya 这个演员。那我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呢？因为所有的观众呢都以为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经营这个频道，我的团队们呢，其实他们心是很不平衡的，他们就觉得很委屈啊。我的老板就讲了，如果是我在公开了，我就选择在今天呢公开我的团队给大家，顺便就是给大家看看呢我跟我团队平时是怎么样配合的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呢是我的老板，也就是我们的制作人还有导演，他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导演。终于舍得讲了是不是啊？大家好，我是《守望之花》的导演，我很厉害的，你们看到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我导出来的。不过我们现在在开会，请你们不要打扰我们，谢谢。第二个是我的经纪人，她是一个很斯文的姐姐，然后长得也很漂亮，就是负责帮我接洽工作的，然后安排所有的琐事啦，有时候还会就是要帮我挡住那些会扑上来的粉丝。导演最近有个叫直径的厂商要跟双娇合作。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直径是什么？砍树服务吗？不是公司后面很像需要。人家是私密处保养品。哎，差不多啦。私密处保养品，说要脸很像很需要啊。来，剃发了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这边呢就是我们全团队挨的最多的企划，没有什么影片题材呢是他想不出来的，就是有一点口音而已。刚刚一接到是私密处保养品，我立马蹦出几个想法。第一个我想到的是，突然挑战一整个礼拜不洗妹妹。喂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妹妹也牺牲太大了吧？哎呀，你忍一忍，七天很快就过去了啦。我跟你讲，影片结尾的时候，你直接用他们家的产品，你就会发现你恢复得很快，然后就可以推荐大家都买来用啦，信不信啊？哦耶，我已经有七天没有洗妹妹了，今天终于可以洗了。刚刚用的是私密洁净舒凉沐，你看，我的妹妹直接达到一个底针舒缓的作用，还有欧可林专利舒缓成分，可以安抚敏感不适，真的可以感觉她的深处是有不同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导演啊，我知道他们家产品厉害，我担心的是哦，还没有七天哦，我就要送急诊了。你应该不会想要你唯一的演员出事吗？好吧好吧，都怪我没有请到替身。经纪人快点帮我招呼一下。是的老板。好嘞，下一个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如果你不喜欢第一个的话，第二个我的想法是盲测。盲测啊，很简单，就是你前面放很多个不同的私密保养品，然后你就蒙住你的眼睛了哈，然后你就是用那些产品猜猜哪一个是紫精灵了哈。我刚刚用了一号产品，它的味道有一种枸杞丹的味道。我刚刚用了二号产品，为什么黏黏的，很像胶水一样，我的妹妹受不了了哈。我刚刚用了三号产品，感觉超保湿，而且我刚刚闻到了 Wonderlay 专利的啤酒花精萃。哎，可以保湿嫩白，是它是它，我确定三号就是它，私密洁净舒凉沐。Objection objection， 太赤裸了吧！而且我这样知道其他品牌可不可靠？哇，你不要太多吧哦！我跟你讲，你还弄得我坏掉，我是在找你来演出，不是要你挑三挑四的。导演导演，你也冷静一点了哈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如果说让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们还有第三个想法。女孩们一起看过来，女孩们一起看过来，私密洁净的喷雾是你必备的宝物，洁净私密超乎喷雾舒缓抗菌，洁净私密清凉喷雾抗菌嫩白，洁净私密清凉喷雾加强防护。这可以耶，感觉很青春，我喜欢跳舞。 No 人家的广告歌要多人才好看的吗？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撑全场啊？你说哦，这
可以收。哦，这个是我的剪切师啦，它是世界上最厉害、最有 sense 的神剪。最近是咪称呼喷雾。舒缓，抗拒。最近是咪精灵喷雾。抗拒，对白。啊，算了。嗯，还有别的方向计划。啊，导演，刚刚的照片有要来面试的，而且他跟孙亚长一模一样哎。现在应该不需要替身了吧？好，那就拍一个礼拜不行妹妹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很好，谢谢。所以啊，哦吼吼，终于可以洗妹妹了，忍了七天，好痛苦啊！刚刚呢，我就做了一整套的从头到脚的妹妹保养，我现在真的是一个 feel good。首先，我用了他们家的私密纸巾数量无限，你看这个质感是不是非常的棒？然后呢，我就用他们的纸巾私密喷雾，像我每天喝其他恢复和下午茶的时候，或者是 shopping 太 high 的时候，有时候要憋尿，久了之后那个妹妹就会很容易不舒服。我就会用我最喜欢的小花，可以舒缓抗拒。他们三个呢都有专利依据，含除臭成分，蝴蝶卫生棉，内裤也可以喷。One more， 粉色奇迹私密精华，它有三大去黑粉嫩成分，啤酒花萃取维他命 C， 还有红花精。身为一个专业的 YouTuber， 镜头前要光鲜亮丽，私底下也要好好保养，才能有效抵抗暗沉，肌肤就会好起色。Last one， 超干紧致私密精华，结合专利回零试过，鱼刺无加萃取，帮助紧致私密精，维持妹妹的紧致还有弹力。但是我自己最常用的还是这个粉色奇迹私密精华，大家一定要勤劳保养，效果才会越快出现哦。自己嘞。I love it. 好，看 ，Well done. Bravo, bravo. 哇，好棒哦！这厂商肯定喜欢妈妈。这边你做得很好啊。Thank you very much. 所以还好吗？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和追踪我的 IG 哦。哦，还有，记得到下方的资讯栏点选链接，超厉害的优惠折扣。再见喽，拜拜。是你必备的宝物，好难听啊！我现在真的，我就会用我这个嘴型。谢谢你们喜欢说呀。